全場精華，咁啊，東方龍獅賽前排榜首對住第二位嘅傑志嘅，咁啊兩隊都曾經喺精英杯度碰過頭啦，咁當時東方龍獅就小勝1-0，咁啊今次就再度碰頭啦。咁啊開波傑志嘅攻勢，基爾頓一下冷箭射埋去，不過英雄輝啊，葉鴻輝就個反應相當好啊，咁啊撲出界嘅。基爾頓呢球都好有威脅啊！咁啊，費蘭道嘅攻勢斬埋嚟，盧卡斯趁王振行出嚟之前射咗，不過射咗出界啊！咁啊，盧卡斯下都即係好唔錫身咁擁埋去噶啦，不過王振行亦都出嚟好快，咁亦都係東方龍獅嘅進攻，費蘭道跳過對手，咁啊，杜馬斯一個失誤可以俾阿費蘭道再射埋去嘅。不過就射高咗啊！費蘭道咁啊，半場就兩隊打成0-0啦。咁啊，換邊之後，東方一個角球攻勢啊，差唔多嚟到到頂中籠啊，不過俾王振鵬係沒收。咁啊，傑志嘅入球出現啦，賓景文一射塔 Q， 朴俊炳再射亦都塔 Q， 丹恩奴域今場首次正選上陣，亦有波入啊！咁啊，上場佢已經入咗兩球，咁啊，連續兩場都有波入啊！咁啊，呢球傑志嘅一個組織其實都有啲心思，不過估唔到啊，兩隊即係球來球往之下，個波就落咗喺丹奴域腳下，咁啊，結果佢就送入網啦。咁啊，傑志領先1-0，咁啊東方龍獅咁啊另一次反擊，新組交俾費蘭道，費蘭道個後抽俾翻新組，斬唔斬到出嚟啊新組？哎呀，不過就俾艾里奧就解圍啦。咁啊下半場入替嘅羅子啊，同呢個丹奴嘅一個配合，推左走右斬出嚟。谷盈智喺勁射，哇爭啲入波啊！不過好彩葉鴻輝亦都係撲出界啫，咪撲出嚟啦。咁啊睇翻呢個慢鏡啊，羅子同丹奴域嘅配合相當靚啊！谷盈智射埋去亦都中籠啊！咁啊傑志未能夠拉開個紀錄，咁啊另一次攻勢，丹奴域留後俾安永佳射埋嚟，亦都係個組織相當靚啊！見到丹奴域。佢就稍微交後咗俾後上嘅安永佳啊，咁啊過唔到葉鴻輝嘅十指關，咁啊呢下就係迪高嘅犯規啊，兩黃一紅就悲足離場，咁啊東方龍獅就要踢少一個，咁啊加上落後就更加難踢啦。咁啊東方龍獅即係尾段嘅一個攻勢，想交俾盧卡斯，但係就阿華頓因為一撮就大力咗少少，我盧卡斯就接唔到啦。咁啊，結果咧就傑志就以1-0下半場單一盧域嘅入波擊敗咗東方龍獅。咁啊，傑志就全取三分啦。咁啊，上翻榜首位置，暫時就3-2嘅。咁啊，東方龍獅就繼續排喺第二位。